说起则国内新闻吧，好久没说了。这两天呢，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关注的国际新闻可以谈。先说这个啊，巴奴火锅啊，巴奴毛肚火锅，说实话我都没吃过。为啥呢？我一般吃涮肉，怎么说吃的比较少，我喜欢吃烤肉啊。这个巴奴它的旗下的一个品牌叫超岛火锅店，被人曝光啊，说是卖羊肉嘛，结果发现里边这个羊肉卷啊含有鸭肉，因此呢，巴奴毛肚火锅这个集团呀、承诺说每桌凭你的消费记录呢赔你1000元啊，这真是出了。这是出大血了啊！说总计呢将赔付835.4万元啊，等于花了800万呢，打了一个不错的广告。你瞧，这是有网络博主曝光嘛？超岛自选火锅，北京和生汇店的羊肉卷呢被检测出有鸭肉成分，因此呢这个一下就火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羊肉呢，它居然在那标价呢是80元一斤。你要知道鸭肉很便宜，鸭肉比羊肉要便宜得多。后边要介绍背景啊，这个超岛啊火锅店呢，它是属于巴奴集团的下属子品牌啊，是它的巴奴毛肚火锅创始人的儿子叫杜忠兵啊，夯吧杜夯啊创立。老爹弄了巴奴毛肚火锅，儿子呢弄了一个叫做超岛火锅，结果老爹你看很生气，儿子呢就开始动这种歪心思啊。于是呢，巴奴毛肚火锅呢对相关的一些店呀进行了停业整顿，并且呢承诺啊，你只要凭相关的消费记录啊来我们这儿吃过饭，我就赔你钱，一桌赔1000。说赔偿范围呢，从今年1月15号开始啊，销售了13451份这个羊肉卷，涉及8354桌。对，那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这么说了，这小票啊他们也没留，你知道吗？谁吃安排那个小票啊？这不太可能啊。所以说是835.4万元，那最后根本赔不了，估摸能赔200万了不得了。哈哈，最后呢，巴奴集团啊将取消老爹啊将取消儿子啊这个儿子集团的独立采购权，就是我放权给你，你他妈跟我玩这个，对不对？你败坏的是我品牌名声，懂不懂？未来的采购权呢将由巴奴集团负责，对这个品牌经理等等啊，反正都是停薪留职，还不错啊，居然没开。看看评论区啊，评论区呢，半佛仙人回答说：“哎，真是完美的公关策略，兼顾了防守与进攻，把压力呢给到了所有同行。说因为呢，他们意识到了公关的三大本质：一啊，赔钱啊是最有诚意的行为；二，这个世界呢不是只比好啊，还要比烂。”比烂呢很多时候啊反正可能更管用。三，自己的案例呢可以成为这个同行的门槛。他第一点就不说了，大出血，诚意到了啊，谁也不能说不行啊。第二点呢，谁要再拿我们这事儿来说事儿，直接一句怼回去啊，说哎你看我这么赔钱了，你同行怎么干的，对不对？说有哪家呢能做到我这个程度啊，说好歹呢吃巴奴火锅呢赔钱啊，就是有问题啊，吃出问题来了赔钱啊，赔1000呢，不服呢去吃别家吧啊，弄不好啊可能还会被打一顿啊，吃一顿打。第三点啊才是最厉害的，说巴奴呢做出这个姿态啊，所有同行都很尴尬，说赔钱加欢迎所有探店主播所以来查，说你不信我呢你随时可以来抽查嘛，就等于把同行给气死了啊，你怎么这么卷啊，我们以后咋办？因为就是说用鸭肉啊之类的合成肉啊来去当羊肉牛肉卖啊，其实并不少见，这年头毕竟呢都要上个海克斯科技什么的。然后他说呢，你要我是同行啊，就半佛说嘛，假如我是同行啊，我说你们这么卷我，我以后咋办？说要不然就是大出血，要不然就是以后啊认巴奴火锅呢是我爹。说其他探店博主更激动了啊，更要去查一查其他同行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巴奴火锅这次肯定没问题了，对吧？去查其他家吧，查海底捞是吧？类似的啊，说力度拉满，同行呢睡不着了。说尤其是那些啊连锁加盟的品牌怕的不行，因为加盟店呀、为了利润偷换材料，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。火锅这个行业呢本来就卷，巴奴呢把牌坊呢放在这儿啊，他们多吃一口，你呢就少吃一口，一石三鸟，化劣势为卷王。说上一次呢搞这种完美公关呢，还是海底捞还有胖东来啊。多半佛说啊，我只想说建议卷得更猛烈一些。评论区说啊，这获得赔偿的消费者呢到处发朋友圈炫耀啊，赢麻了。可能底下有人讨论到这什么了，就淄博烧烤啊，有人说那个淄博其实也啥没做，人家呢就是做到了诚信经营啊，为老百姓做实事，放眼全国没有，该被称赞啊，做好事就该夸，做错事呢就该骂啊，立正就要挨打，就是好样，这胡说八道啊。淄博的烧烤它是有一个这个营销的过程，因为淄博烧烤又不是最近才有的，对不对？他总有人相信，哎，你一直做好人好事，对不对？总有一天这个上天不会亏待你啊，把你该有的回报都给你，这是一种驯化和教化型的一种这个思维方式，就好比说，哎，你好好学习，以后就能上清华北大，然后你就能这个升官发财，是有这个正向关联性，但是是必然吗？不是必然。就淄博烧烤这个事儿呢，固然它肯定是诚信经营了，没问题，没有缺斤短两什么之如此类的，但主要原因有好几点，比如说，新冠防疫期间集中风控，有些学生呢说，哎，我们回来要还愿，对吧？到处去宣传，还有一些是这个探店自媒体嘛，他去各个城市啊、店啊什么的，哎，去看看谁缺斤短两，到了淄博呢，愣是找了一堆，愣是没有人缺斤短两，就像这个。少一个条件都不行啊！首先得探店自媒体博主正好呢做了一个系列，到了淄博也做了好多啊，发现哎都是这个足金足马，这是一二，就是那淄博烧烤呢，它确实呢也做到了没有人啊去败坏口碑啊，就是我当然要给你这个足金足两了，我怎么能偷呢？我怎么能换呢？对吧？
应该说这个因素都有啊。嗯，然后再看另外一个新闻啊，虽然说是国内新闻啊，但是其实跟国际有关系。就说呢，有消息表示啊，美方正在调查中国制造的先进芯片啊，这些芯片呢用于华为的最新手机啊。问咱们什么评论啊？哎，跟你讲，这个就一句话，因为目前还没有展开的进一步报道，就是这概念可能刚起来啊，但是不奇怪啊，真的不奇怪。就是我原来啊是这样的，我原来相亲的时候呢，聊过一姑娘，那姑娘她干嘛呢？他们是做这个半导体啊相关的，就是也涉及到一些芯片。她就跟我说呀，她的老板啊，曾经呢就跟就航天口那边呢。算是合作研发，其实挺正常的啊。那老板自己呢，可能有一些美国的背景，就是海归啊、留学什么的。结果呢，就被美国那边盯上了啊。美国这边大使馆就派人说跟他聊啊，就说你这芯片怎么来的，乱七八糟诸如此类的。因为他的芯片呢，本质上是有这种航天相关的一个应用芯片。后来我听特别纳闷，说我们自研不行吗？后来那女生说，哎，那当然不可能了。美国人是不是？他不可能这么想。美国人就咬死了，说我怀疑你从我们美国窃取了相关的技术。大哥，但你也得有证据吧？啊，没证据啊，我就怀疑你啊，怀疑你我就要调查你。美国人一直这样，他霸道惯。就是美国人骨子里他有一种怎么文化自信啊，这个自信到有点蠢，自信到有点感觉得250什么好事他都认为跟自己有关系，他觉得全世界人啊都可能惦记我，他有这种心态啊，他咬死了不相信这个中国，其实你要按照自己慢慢琢磨，他也是能研究出一些东西来的。他你们都是小孩，全世界对吧，这个啊都是我美国的啊，美国就是我们就是祖宗啊，你们就应该认我当爹啊，就美国人就骨子里有这种傲慢，特别让人无语啊。看看那个观察者网评论区啊，观察者网上评论区呢1085赞啊，说昨天看到一个外网评论是最绝的，大意是如果华为绕过了美国技术制造了新的芯片，那就证明呢美国的制裁是一个笑话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华为没有绕过美国技术制造了新的芯片啊，那美国的制裁还是一个笑话。对吧，你制裁我，我还能搞出新的芯片来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笑话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而且反过来说，假如说华为用了美国的技术，那你制裁啥呢，对吧？你制裁半天制裁啥呢，对不对？你光制裁了，我们不还是用到你技术了吗？啊，大概这么个意思啊。啊，不过我还是说一下啊，还是说这是华为芯片，我再强调一下，我不认为这是华为芯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芯片用的这个制程这个处理工艺吧，是中芯国际的技术 N+1 N+2。说华为在这芯片的研发上有没有贡献，当然有，更多的是对于这个像芯片的设计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芯片一些可能技术的一些版权的贡献。但是归根结底，华为积累的这部分东西呢，包括芯片设计工艺啊，是乱八糟的啊，并没有像中芯国际也做的 N+1 N+2这么难。就是你只要这么说半天，哎，5纳米7纳米，对吧？或等效5纳米，等效7纳米，这是谁的？这是中芯国际的，不是华为的。华为做的是说我对这个芯片能适配我的华为手机，做了相关的优化呀，啊，做些硬件的这种适配整合呀。但是能不能做到5纳米7纳米这个芯片级别，就是大家吹的最广的啊，这个是中芯国际的。而这个美国呢，说制裁，我觉得他可能后点着手呢，就是。哎，你中芯国际居然敢给华为供应这样的东西啊，那我调查调查你。但是调查呢其实也无所谓了啊。为啥呢？因为他确实没有用到美国技术啊，他用的是荷兰光刻机，然后反复的这个列成这个打磨吧，就曝光啊，打磨一遍，打磨两遍啊，能达到类似效果，但代价是呢，可能良品率会比较低啊，行吧？但是并不妨碍美国去调查，因为咱实话实说，这个美国玩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啊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他说呢，你不能给华为供应相关什么什么东西啊，用我美国技术。但严格来说呢，中芯国际确实没有用美国技术。但你以为美国人这么讲理吗？啊，那可未必，我觉得他还是会找个机会呢。整体中芯国际，所以中芯国际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他也没有去明着公开说啊，他也是担心这个问题。就这个事儿呢，我不说啊，我不说呢，你不就制裁不了我了吗？啊，但是美国人说，那我养多 CA 干嘛用的，对吧？你不说，那我们调查，调查出你给华为供应货啊，哪怕你没有使用美国技术，我也要制裁你。美国最后搞不好啊，会来一个这种类似的狗急跳墙哈。最后再来一个八卦新闻，是这个虎扑女神啊，第8年了，把战鹰啊推上神坛了啊。战鹰是一个美女骑手啊，大概呢就长这个样子，就是化完妆之后确实长得还可以。当时虎扑请来的说，哎，这是才女啊，长得也还行，长得挺好看的，化完妆挺好看的啊，而这个围棋下得非常好。就到今年呢啊，这个战鹰呢力挫啊，像这刘亦菲啊，这个贾静雯啊，高圆圆啊，战鹰第一，牛逼啊！叫第一场赛事啊，战鹰胜啊，后边下围棋。后边那个战鹰闫妮啊，就是完胜啊，战鹰非常兴奋啊，都在为我投票啊，呵呵啊，说各类大佬齐上阵，什么制片方、投资人等等，我觉得战鹰搞不好以后出圈啊，去拍连续剧、拍电影了啊。这是当时他这个名字战鹰，就是他不是网络名称，他叫战鹰啊，他爹非常爱国嘛，姓战啊。啊，爹是不是姓战我不知道啊，这起名叫战鹰啊。你光看这脸呢，其实一般人啊，长得还算秀气啊，缺点可能这个脸盘有点方啊，有点方。他们那个抽象工作室啊，联校科杰战鹰大师兄，好吧啊，等等无所谓了啊，反正就是那八卦新闻。这还有一些玩梗，这吃火腿掰火腿撕不开，女生不要形象啊，可以厉害。那晚上还要配图。战鹰撕破腿可以啊，我明明很有才啊，行吧。今天的三个新闻说这里，喜欢的话呢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订阅、长按推荐、一键三连，谢谢大家。